接下来为您播出大彰化新闻。新时代好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的开播大中华新闻，我是林桂英。今日是新历的112年4月13日，旧历的2月23日，礼拜四。好，这新闻一开始，咱就用30秒的时间来看卖今日有啥咪重要新闻。水水乡公所向营建署争取补助1200万进行石格排水堤防道路的护花改善工程。乡长林英佳特别前往现场关心施工的状况。上西乡上西村建兴宫后面的小巷道路面泥固失修破甲真严重，上西乡长苏伟俊马上安排道路的修缮工程。园林地政事务所升级制作土地财产检验单，就亲像是医师门诊同款，要来解决民众包括违建等不动产相关的疑难杂症。好，来乡亲啊，新闻一开始来看，秀水乡长林英佳伫咧建设科当年的陪同之下，来到石格排水两边的天花道路视察。原来哦，就是为着要来保障着民众通行的安全。秀水乡公所是向营建署争取补助1200万，进行道路拥护整建改善工程。大型机构建筑接到文代新的电马家进行路面铺设工程。乡长林英佳表示，秀水乡石格排水两边的堤防道路是马明、鹤明甲宜兴山川对外重要道路，为了保障民众的通行安全，秀水乡公所向营建署争取经费，得到1200万的补助，加上地方的配合款，总共有1200万，办理总长大约5公里长的道路拥护整建改善工程。咱秀水乡公所哈，今天特别来这边。关心我们去年度向卫健部营建署道路品质提升2.0这个计划哈，我们公所这边也获得了这个1200万的这个补助，今天做这个 AC 道路的铺设，包括之前路基的一个这个压实哈，今天也来做这件这个 AC 这铺设哈，特别加关心哈，这次的这个工程。全长哈2.5公里，总经费1200万哈，那么还获得我们这个内政部的这个补助以及地方的自筹款哈，那个平安里这两天会来完成哈，这也是我们安吉的北沙川，但主要对外这边的道路，以及我们龙腾公园对外的这个重要的这个联络道路，获得这次的这个补助，当然希望在整个道路品质的提升，以及我们。这个对外的联络道路的一个通行，可以做好这个行的安全，也让我们的乡民出入更加的方便。相信伫咧完工了后，会当提供给民众舒适个安全的道路来通行。大江新闻林桂英秀水采访报道。同款嘛是甲乡亲安全真有关系，有一个上西乡上西村建兴宫后面的主路小巷道，有民众是向乡民代表陈祖贤来反映，讲这个路面泥固失修破甲真厉害，规个路面拢是碎石头，真危险。上西乡长苏伟俊哦，接到消息了后，是带着公所的团队前往会勘，嘛来安排着道路修缮工程，维护当地乡亲的出入安全。上西村建兴宫后边的砖头，道路泥固失修破损严重，电马架崩溃，尤其是伫个灯管的所在，拢是脆石啊，骑奥多麦经过，无顺利对骨折。是我们因为村民的那个阿桑在跟我说哈，我们这边用路转弯的地方啊，其实是很破烂，然后骑摩托车其实是很危险。他们之前哦，就是曾经讲安尼底下山遐吼，另外敢那有出道啊，所以我们才讲拜托咱建公所来遮看卖啊，是不是会使用什么方式来甲做一个改善啊，维护咱遮阿桑啊，甲咱大家伫遮咧使用人的安全。嘿，咱伫迄个山西村，咱转来吼，咱这边路有较无好的状况。那么今天来到现场来回看，看到这路面吼，确实有需要改善。那么咱吼
紧来哦，把这个道路甲计划好，甲改善好哦，予咱村民吼，伫咧行这庄内路吼，会当较安全。乡民代表陈子燕接到民众陈情，会同乡长苏伟俊前往现场会勘。乡长万来指示，要赶紧安排道路修缮工作，保障当地乡亲的出入安全。大众新闻叶宏武上西采访报道。好，过来来看，中华县政府地政处推设出土地财产检检疫政府，其中哦，讲这个园林地政事务所针对这项业务开办到单，嘛来举办过46场的社区服务，完成146件甲地政所的主任预约的个人化服务。园林地政事务所过来升级制作着土地财产检检单，就亲像是医师门诊同款，彻底来解决着包括。为善电不动产相关的疑难杂症。园林地政事务所纵专管收藏土地财产鉴检一政府，透过社区服务租赁物业土地财产鉴检等方式，和平常用更加简单方便的方式去了解处理不动产甲土地相关的问题。目前已经服务超过900人。写进邻居的房屋，那地政事务所就看着这民众的需求，所以我们特别从社区服务。到主任有约，到财产鉴检，我们一步一步精致的帮民众解决问题。我们希望民众的纠纷可以降到最低最低哈。地政处表示，土地财产鉴检由专人针对民众需求进行分析和建议，亲像继承、农地使用等等的疑难杂症，内当甲地政所主任并对面讨论，就亲像是医师门诊同款。被地政事务所拢在做所谓的社区服务，哦，去到每一个社区去讲解。有关于迄个地政的议题，啊，甲法令，啊，过来，主任嘛，个别来向每一个哦个案来做服务，叫做主任有约。咱园林地政事务所吼，佮愈亲民的做法，就是讲，除了这两个阶段服务以外，也佮特别吼，甲你的财产有需要来特别约诊，就那像像医生同款，甲你做健康检查，哦，甲你做健康检查，啊，这经营下园林地政事务所。这两年来大概有72个案件。地政处强调，为了避免来回走动，地政所也主动前往社区做宣导服务，机关团体也当预约申请，主任预约将由主任亲自服务，进一步深入咨询。大众新闻，中山中华采访报道。福建乡大仑社区是大公伫咧篮球场拍一个高丽菜干，要替社区的营养午餐来加菜。即马咱先休喘一下，马上回来。管管管，黄金卖掉继续管，紧紧紧，黄金摕来换现金，黄金、白金、黑金，全面高价收购。金玉成银楼电话722-1560，彰化市彰化路119号。资金上的需求吗？您还在苦苦等待吗？安心当铺，轻松借贷无负担，周转找安心，未来亮晶晶。838-2222，838-2222。少年看笑话才趣味。你姐姐介绍一下哦，这个就爱台湾的频道啊，有休闲旅游、地方趣闻、美食介绍、秘境探索、知识科普、新奇有趣的影片，拢在家啦。我看一下，我看一下啦，我看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很简单 ，YouTube 搜寻爱台湾，点赞、订阅、开启小铃铛，许多有趣的影片任你看。哦。大家有爱台湾吗？哇！台湾 number one， 让我们一起爱台湾。
欢迎回来新闻的现场，明仔是拜五，嘛是旧历的闰二月二十四。经过通讯记载，明仔在位公伫正南方，好时是透早七点到九点。另外有啥物代志是爱特别注意的，咱做回来关心。接下来带乡亲来去看和军国中的管乐队，按107学年度开始，连续五年摕到彰化县学生音乐比赛新进管乐组的头名。刚今年要参加全国比赛，再来摕到三座特优。其中108加109的学年度，因为疫情停办，参赛队伍拢总是优等。今晚咱就来对着青春放上头的镜头，这回来到和军国中，熟悉这支优秀的家己队。和军国中运动场的小角落传来阵阵激昂的歌声，今日去教室发现，拄好是管乐队的团练时间。和军国中管乐队自107学年度开始，连续五年称霸彰化县学生音乐比赛新进管乐项目。当年参加全国赛，总共破获三座第一奖。其中108甲109学年较可惜，因为疫情来停办。我们和群国中发展新进管乐已经很多年了，那很高兴我们有杨淑安老师所率领的教师团队来为我们指导孩子。那我们的孩子呢，除了在乐器的学习方面有所精进，那我们的很多孩子呢也是从零基础所开始。那感谢老师所规划的各项课程，那我们也很希望说有乐理基础的或者有热情的孩子一同来参加我们乐器队，让我们的行进管乐能够发展得更蓬勃。我们没有天赋异禀，那可能是我们在整个乐团教学的氛围当中，不得不说我们的分部老师其实大家都蛮给力的，他们会把孩子形塑出一种他即将成为一个表演者的氛围，而学习都是一步一步来的。就是我跟他们说过，你不可能一当给人拼三当，你也不可能一个月给人拼三当，所以就是你在初学的时候就要踏实的学，然后至于后续的规划来讲的话，大部分是用曲目，因为小朋友不喜欢做很无聊的基本练习，所以我在曲目的设计上就会有一种，我们这个时候这个阶段练这一首，然后之后要往前迈进到哪一首，他们很投入了，我觉得他们在练习的过程中投入的，然后相对的进步也会很明显。摆的时候就很清楚嘛，对不对？小组我讲明朗就是这个。和军国中管乐队的成员大部分都无学过音乐，按都未晓开始学起。老师除了传授乐队的知识，嘛真有耐心来描述画面，锻炼学生街头乐曲。那个一年级是那个爸爸推荐我加入的，然后我就想说来试试看好了，然后就练一段，就觉得还蛮有兴趣的，然后我就继续一直加入。就从低的，然后慢慢往上吹，然后一个音吹久一点，然后再往上高一点，多一点的音给他，就会上去。和军国中管乐队的囡仔，除了受到音乐的熏陶，培养艺文气质以外，重视团队纪律，和因比同年龄学生加一分坚持的精神。另外，和军国中管乐队嘛定期举办成果发表会，强化甲社区以及地方的连结，和更加侪人看见囡仔的多元发展成果。大众新闻叶宏武、何美采访报道。
好，过来来看鹿港天后赛主会为着发挥着公益精神的服务精神，十三号早起时哦是来到龙华主会堂举办着军师送爱关怀偏乡独乐的活动，总共哦是来募着白米1500斤、泡面300箱加100包的如意面，被分别了关乎中华关爱心配送服务协会、甲德比快乐志工队，要来照顾社会上较弱势独居中者。为了发挥关怀社会弱势公益精神，鹿港天后赛主会伫咧河滨龙华主会堂举办群师送爱关怀偏乡独乐的活动，总共募到1500斤的白米、300箱的泡面以及100包的如意面。那我们今天跟和美龙华慈惠堂一起举行我们的师生昂扬永续幸福。那我们今天在这里呢，捐赠了物资，要给我们有需要的关怀户。那目前我们有两个单位。第一个是彰化县爱心配送服务协会，第二个是我们的德美快乐志工队。德美快乐志工队每个礼拜二跟礼拜五都在我们的德美公园有发放物资。那我们这一次的物资总共有泡面300箱，然后白米有1500公斤，还有其他的一些物资都非常多，要感恩我们所有的狮子会一起来协办。不只是干那人水啊，心嘛水哈。出钱个出力啊！这边只代表啊，咱所有的受赠家庭感感谢啊，嘛要希望咱所有的乡亲时段呢，啊，咱独老呢啊，伫咱啊厝边隔壁的话啊，咱较加保险的吼，一当透早就去甲关心一下啊，对咱社会安定啊，甲社会治安啊是啊另外一个层面的，咱做会到，咱就尽量来甲做。啊，而且个感谢咱啊，今仔日咱的啊赛主会以及啊咱。龙华慈惠堂的结合吼，啊，甲咱啊，这有心的这些人士呢，集合起来，那送爱心到独老。陈文宇会长指出，这届活动非常感谢赛主会兄弟大力收听，这届无得物资将分别捐予彰化县爱心配送服务协会以及特别快乐志工队，希望将众人的爱心交予需要关怀的对象。大专新闻叶宏武何美采访报道。好，过来来看，最近高丽菜出现量伤过多、价少珍俗的情形，因此福兴乡大仑社区长辈就特别伫咧篮球场拍起一个高丽菜竿，讲要替社区的营养午餐来加菜。长辈将新鲜的高丽菜提起菜刀开始切，所有高丽菜都切好了后，也盐落去出水，然后就压伫咧社区篮球场的地板顶头曝日。最近高丽菜大出，在老伙仔食高丽菜食，食到以前爸讲咧，较早伊想着关于较早少年时阵，捌试过高丽菜干，足好食，袂歹食，所以大家讲哦，利用咱这过出来高丽菜，无咱就来加。白些高丽菜干，较袂讲啊！只菜肯定有害，遐咧拍算啊咧。啊，利用讲来社区才有人，就大家哦，才有人来拍。大概啦，啊，你咱厨房咧供餐的时阵嘛，挺好来食。大出啊，唔只加白菜干，嘿啦，大家爱食高丽菜。几啊菜要拍到全干，大约要两三天的时间，中间还阁袂当拄着落雨。大仑社区是大趁着即马高丽菜较俗，是买菜来做高丽菜干，拍好了后会当做出多项的料理。那组织是大向心力，嘛来替大家营养午餐来加菜。大众新闻林桂英复兴采访报道。彰化市福田社区的灯会归案，即个4月15日开始，城袂少游客来到遮欣赏游灯会。广告过后，要来带乡亲来去现场欣赏。基本上班多到让你眼花吗？免操烦，卡破新频道已全面焕发简讯账单喽。收到缴费通知简讯，可到各大超商或服务据点缴款，一指完成超便利。使用电子账单，不止环保，更耐地球。专业的影像制作团队，多元频道的广告脱播，开拓新频道直播专线04711-9440，711-9440。난15년동안기억을잃었어내가오영이라는것도여기오는날처음기억난거고오해든진실이든다시나한테들키지마내걸다가져갔다고나속이고
申办 Disney Plus 现省 50%， 快播0809-009-658。Magic 不输型凯擘大电视，还有哇 ，Disney Plus， 爸爸好厉害！不输型凯擘大电视零元带回家 ，Disney Plus My Video 无限看，再升级 4K Enjoy Box， 天竺鼠吃叉。除了零元带电视套餐，还有智慧电视盒派零元电视套餐哦！凯擘大宽屏，你的娱乐行家。开播到中华新闻，继续来看中华美术馆举办着中华馆美术家接力赛，进入第109班。这一届哦，恭喜来邀请到青年的书法家施承佑分享伊特殊的书法创作。这届展览主题，恭喜这个破壁作舟横金渡。施老师就讲哦，破壁的艺术就是讲伊来自基层，无背景，无资源，只有毛笔。看起来就亲像是咧摕扫帚咧扫涂骹，其实这支扫帚嘛是少年书画家施承佑的毛笔。拿这个都很像在扫地。那如果这个，即使你拿毛笔，你会使用这个是扫把，这个是稻子的那个脏须。如果会使用的人，你也可以把它写出这么好的线条。那如果说你今天拿的非常好的毛笔，那你不得法，那你可能写出来也不是属于毛笔的精神。施老师讲，写书法只要有实力，不管是用什么毛笔，字写起来就真水。那无实力，用更加好的笔，嘛写不出一百好的作品。比如说，我们用一些新的媒材，比如说用茅草来做毛笔的材料，比如说用这个破布来做书法。我们要印证的不是说，就是。其实如果会用笔会书法的话，其实用什么媒材都可以使用。那如果其实你书法观念没有达到，但是你用的是非常好的毛笔，那你也写不出好的字。所以我这次的展览就是要印证书法有法，如果得法，什么法都是书法。虽然施承佑是咧读大学了后才开始接触书法，22岁头一届参加比赛就入选红旗美展，加中部美展迄年伊才学一年书法，可见施老师唔但真认真，佫真有天分。那我们施承佑老师呢，是我们彰化鹿港人哦。那一个机会之下呢，他在大四的时候加入书法社。从这个法学的领域哦，转为这个汉学书法的一个专业来承入。那常年上的研究呢，后来拿到博士学位，目前在逢甲大学汉字艺术中心呢担任助理教授。那这个施老师其实呢非常的努力，而且可以展露他在书法的天分上。施老师强调，这个展览的主题为破壁作舟横绿渡，破壁表示伊来自基层，无背景无资源，只有毛笔，需要克服真侪困难。希望借着这个个展，让大家看见书法的流行性。大众新闻，中上中华彩虹报道。所以来到彰化市的福田社区哦，嘉公是中部地区最出名的观赏灯会景点。今年的灯会季共按一个4月15号开始了后，逐天是城袂少游客来到山顶欣赏游灯会。彰化市公所今年嘛来结合着附近的石牌社区以及花坛虎山岩金尖花海来做一个串联，讲要让游客会当来彰化赏花看几工。相当报道顶头布满白色的油灯花，顶头还阁不时有油灯花落落来，美丽景致，予袂少游客认为好亲像是绿色同款。感觉这环境安怎？还可以啊。福田社区理事长表示，福田的油灯花除了伫咧步道顶头行，感受森林气息，欣赏落花，麦当顺着登山步道近距离欣赏。咱伫步道踏脚去行起咧，哦，整片都是油桐花，吼、哦。啊，要安怎靠近呢？好，你甲爬到半山了，半山了可以靠近桐花照相。哦，啊，你若感觉安尼阁无好，无要紧，你阁甲背起哩。咱有一个观赏平台，平台桐花都靠在平台上，你站在平台照相就很美丽了。今年福田灯会季，中华市公所特别串联石牌社区的高德生态之都，甲花坛虎山岩的金尖花海，要让游客在中华耍几工，刺激消费。国内的游客到这里来。会花上一整天的时间，我们是来问导游的啦吼，来问导游一两点钟，消费为最，
咱让伊上无花半工的时间，哦，半工的时间，伊就会嘴干，会腹肚枵，所以伊就爱来甲咱消费，你讲对不对？对。哦，啊，这就是咱上大的目标了哈。所以今年我们真的把它串联起来，那尤其是我们石板，还有不但是白天哦，可以走到晚上，啊，晚上的话。林世贤进一步指出，公所今年同款安排免费的相当专车按中华火车站出发，4月15号开始，礼拜六、礼拜日，逐天有六个班次，欢迎乡亲多多利用。大众新闻顶上中华采访报道。在关心客户各菜市场的交易行情，今日的总交易量共有195公吨，平均的计价是每公斤11.8元。继续来看详细交易情形。花菜上价27.6元，中价24.1元，下价18.9元。苦瓜上价86.7元，中价26.5元，下价29.2元。果上价24元，中价15.7元，下价10.4元。高丽菜上价8.7元，中价6.9元，下价5元。白菜上价27.4元，中价19.2元，下价12.5元。包心白上价11.8元，中价8.1元，下价6.6元。青菜上价53.5元，中价36.9元，下价20元。桂林啊上价25元，中价18.1元，下价10元。今年啊菜上价27.5元，中价20元，下价12.5元。菜头上价13.6元，中价9.3元，下价6.6元。葱头上价25.6元，中价21.7元，下价16.2元。番薯上价28.4元，中价23.4元，下价16.7元。环境风场吹偏东风到东南风，西半部地区哦，讲伫个背风的所在，酷暑条件较差，污染物哦就会来累积。因此，即个中部分加南甲高雄、屏东的空气品质，拢是即个感冒提醒的等级。另外，伫个天气方面哦，14号讲受到高压回流的影响，各地头天气拢真好哦，日时烧热，中昼前后哦，乡亲爱特别注意，卖去互日头晒受伤咯。大中华新闻，感谢乡亲的收看，我是林桂英，咱期待再相会。因为我们家有凯擘大宽频啊，凯擘大宽频 WiFi 满屋，三台 Mesh 提升讯号覆盖率，让你全屋漫游。现在申办 WiFi 满屋，只要999，给你十全十美的 WiFi 环境。快拨0809-009-658，凯擘大宽频，你的 WiFi 专家。난15년동안기억을잃었어내가오영이라는것도여기오늘처음기억난거고오해든진실이든다시나한테들키지마내걸다가져갔다고다속이고
申办 Disney Plus 现省 50%， 快播0809-009-658。彰化因为有你而美好，每一个你都是彰化最美的风景。Made in 彰化，记录用心在这片土地生活的人们。美的彰化，引领观众探索各行各业的百态人生。集结强档电影、电视戏剧热门影集，月月更新片单，追剧首选尽在影金据点。首播锁定凯播彰化04台晚间9:30，追剧首选尽在影金据点。